您好，欢迎收看今天5月17号星期二的中视午间新闻。首先带您关心是发生在凌晨2点多的时候，高雄港79号码头发生了这气体外泄的意外。装卸货柜的时候，可能因为处理不慎，结果整个货柜倒塌了，导致盐酸气体外泄，整个码头不断的窜出了白烟，味道非常的刺鼻。但是这盐酸的蒸汽更是不断的飘，消防和毒灾小组就在现场戒备，架设了炮塔涉水稀释盐酸蒸汽，还好没有造成人员伤亡。高雄港79号码头凌晨2点多，货柜冒出浓浓白烟，但明明没有起火，浓烟却从地上不断窜出，还飘出刺鼻气味。消防队接获通报，4车7人前往抢救。消防大阵仗出动，第一时间确定没有人员伤亡，但货柜里面装的化学物品窜出白色浓雾，经过调查厘清，原来是货柜装卸倒塌酿出盐酸外泄，让消防人员不敢大意，连环保局都到场戒备，请柜场人员将货柜槽体吊至地面，架设炮塔涉水稀释空气中的盐酸蒸汽。那要再翻一次啊。毒灾应变队也赶到现场，但要将泄漏的盐酸桶进行更换，还要等货柜业者到场。但盐酸浓雾不断持续飘，要是吸入较高浓度的盐酸，可能引起急性支气管炎、气喘，甚至肺水肿。消防持续洒水，降低空气盐酸蒸汽浓度。泄漏化学品为盐酸，架设炮塔出水雾防护。装卸货柜疑似工作人员处理不慎，导致盐酸外泄，盐酸蒸汽对人体造成刺激及腐蚀，最严重恐怕死亡。目前消防、毒灾小组都在现场救护中，估计中午过后才能处理完毕。记者高雄总报道。